不完整算什么夏天，不挑战算什么勇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八哥，欢迎来到金卡通2016全新亲子水上竞技节目捧巴掌。这里有你前所未有的水上竞技世界。5个超夯赛区，10个超燃游戏，来自全国560组默契亲子搭档集结于此，他们将展开28期的水上大比拼。这里有全新的游戏玩法，默契的亲子合作。每一周都会有全新游戏解锁亮相，各有不一样升级的玩法。每一期四位队长各自带领5组家庭分区战斗，决出4个小组冠军，而他们将冲刺终极挑战碰发射。在我的身后就是今夏的决战之巅。加油！哇！导演，行行好啊，说说就好了，不要来真的，好不好？啊，要来真的，啊，好吧。你们准备好了吗？捧巴掌来了！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新水上亲子竞技节目《捧巴掌》。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八哥，以及你们的裁判。哇，大家好，我是蜜蜂姐姐。A 队的选手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A 池的这个比赛项目啊，非常非常的厉害。A 池作为我们的开场，到底是怎么玩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浮板大战游戏规则。参赛家庭同时比赛，在浮垫上依次运送浮板到浮筒区域，然后家长拼接浮板搭出通道，并帮助宝贝爬过通道，摇响铃铛，最先摇铃的家庭获胜。浮板大战，3、2、1，开始！加油 ！A 队加油！出发啦！哇哇哇哇！好，爸爸好好勇猛！好，要。二队的啊，对，现在我们要回到浮板上。两位爸爸暂时领先。好。好，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宝宝之间的这个竞争啊。好。哎呦，吃了一口水。可以看到我们第四组的小男生是领先的。是他现在暂时领先的地位。好，现在哎呦，我发现。第四道的选手水花特别大，速度好快，而且这个水花大，是这个。爸爸注意，爸爸你必须要在浮板上，现在是犯规的动作，不能够丢浮漂，爸爸，要不然我们要算你比赛这个取消成绩的。要带着浮漂一起往前啊！已经有两位爸爸到达，快到达了彼岸。哇，3号老爸，他下水的动作是一个青蛙跳水的姿势，很帅气。我们已经开始我们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的浮漂拼接了。好，现在领先的是我们的2号家庭，第二组家庭他们完成最后一个浮漂的拼接了，但是这个时候宝宝落入水里了，怎么办？啊，没有关系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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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又掉下去一个。孩子他爹，你孩子掉水里了。好，自己完全没发现。好，我们第二组家庭已经拼接完了，只要宝贝够到最后一个浮漂。第二组应该马上就可以摇铃了，我们现在要摇铃，要站稳，好，马失前蹄，哎呀，掉下去了，没有，快上，嘿，哎呀，雷啊，加油，蹦啾，嘿，摇铃，叮叮，自己摇铃，哎，在你后边摇，好，恭喜，完成比赛。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来自江苏的夏泽宇家庭从浮板大战中脱颖而出，率先获得了挑战终极关卡碰发射的机会。耶、yeah! ！
哇，经过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我们的夏泽宇成为了 A 组的冠军，恭喜恭喜。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由我们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提供的成长大礼一份。要感谢我们的九阳铁釜电饭煲的奖品支持，九阳铁釜电饭煲，铁釜烧饭就是香，可以多增加我们父子间的感情嘛，当然相互配合是吧，挺好。接下来考验亲子默契的搭桥大战，又会是谁获得第二个挑战碰发射的资格呢？Hello， 大家好。现在我们终于是来到我们 B 组了，作为队长哈、那你知不知道刚刚上一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我们的这组的选手更加的与众不同。哎呦，因为我们的这关难度非常大。为什么难度大呢？因为奖品非常的丰富。哦，奖品丰富，所以就是要难一点。没错。所以我们到底有多难呢？我们来看一下 VCR 了解一下。搭桥大战游戏规则，参赛家庭同时比赛，家长用身体将池中方台连接成桥，宝贝从家长背上爬过，最先到达终点完成指定任务的家庭获胜。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天的我们五组家庭参加我们的这一轮的比赛，有一组家庭非常非常的醒目。太醒目了，你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嘛。宝贝儿，你叫什么名字？伊佳乐。你哪儿来的？北京。你问小虎哥哥吃了吗？来。你好，你好。他们俩一看就是度量不小，一会儿喝牛奶，说不定啊有这个优势的。没错。好，那到底这轮比赛谁会获得胜利呢？一起来，三、二、一，开始。好了，现在我们的五组家庭都已经出发了。哎，这个叫做。爸爸背着你过河。我们的二号家庭已经进入到第三块浮板上了。相比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北京的那一组家庭。哇，你看每一招一式都是力拔山兮。但是你看啊，我们的五号那边的这个氛围特别的温馨，是吗？对，那边的那个不紧不慢的，是不是？对，那边的背景音乐跟这边完全不一样。已经到达了我们的这个奥牧牛奶的旁边，一身的牛奶交给你们。最先抵达，最先喝。哇，他爹不能撒这么多，不能撒这么多，换宝宝来喝。这是我们整整一生的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我希望喝起来应该已经很开心了。我希望他们今天压根都没吃饭，没喝水。三组家庭都已经开喝了，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了。好，那边已经完成了，不急，恭喜。好，第一组已经诞生了。我们这个家庭很喜欢运动，我们也很喜欢类似于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们来了。你尽了全力，我应该谢谢你。谢谢。小雨点凭借着和爸爸默契的配合，顺利获得了第二张进入终极关卡碰发射的入场券。碰发射，我们来了。目前还有两大游戏关卡考验着接下来的十组家庭，入场券到底花落谁家？滚轮大战即将开始。想成为快乐梦想家吗？就赶紧来到我们寻龙河麦奇启蒙岛乐园。好，一起进入下一关卡吧，加油。哎呦，哎，画风不一样，你怎么这么悠闲啊你？咦呀，别碰我，别跟我说话，你干什么去了这么多汗？我刚从 A 组跟 B 组过来，知道吧？刚看完他们组的表现，所以呢，跟他们一起，
激情澎湃，流了很多汗啊。我们现在的主题是运动，是竞技。说到运动竞技、啊、我们 C 组谁都不输，我们 C 组人各顶各的厉害。有谁可以拿出来吓唬吓唬大家的？我随便给你搂一个、啊、好吧、哎、好啊，旺旺来。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那旺旺怎么个厉害法？游得挺快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关卡呢，它比拼呢不是游泳速度。我比什么？你快说。那我们来看一下 V3 就知道了。嗯，车轮大战游戏规则，宝贝们进入车轮滚动前进，到达对岸后家长再进入车轮往返一周完成比赛，最先到达终点的家庭获胜。三二一，开始！加油！有有有有有有！你看我们的旺旺多厉害，一下去就进到水里面了。对，一下就进到水里面，而且再也没有起来过。而且轮子还变换了方向，现在已经完全走了不知所云的方向了啊！哎，我们这个四号张君硕很厉害啊，张君硕小朋友。对，他一人走得非常快，长得又帅，腿又长，注意方向就行了啊！哎，队长大人，你们看一下你这个一组啊。一组一直在水里玩水呢，还有二组这俩干嘛呢？哎，比赛呀、啊，赶紧！哎，你们是 A 队的吧？你瞬间就不要人家了是吧？没有没有，我们的选手都很棒，这叫厚积薄发。作为这个裁判呢，我是非常有经验的。哦、这个轮子想让它转起来，首先你得站起来。哇，这个女孩子太厉害了！哦、是吗？她还在原地哦，她完全没有动哦。可是我们至少没掉下来，没掉下来。你刚说完就掉下来了，哎，我脸好疼啊！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比赛呢，看起来啊，好像只要转过去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就是它受天气的影响，风呢现在是一个逆风的方向，所以前进比较困难。这个选手很厉害呀，到现在了还在起点呀！哇，整个人掉下去了，喝水了吧应该。哇，四号走起来了，四号！哇，四号走起来了，四号！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我跟八哥好像一关注谁就成绩不太好啊。咱们就不说。哎，其实你看君硕的那是妈妈还是姐姐啊？很年轻啊，是妈妈，好年轻啊！其实妈妈这个胳膊腿都比较长，可以捞她一把。如果捞得到的情况下啊。所有的家长可以下水了，帮助宝宝啦！哇，这么大的优惠啊！哎，你看我们一号赛道，爸爸一看都是游泳健将，跑得非常快。哇！毫不犹豫，君硕，君硕他妈到底是亲妈吧？哎，爸爸不能拖，不能拖这个圈。只能帮他扶住这个圈，扶住这个圈啊！对，好，好，君硕那边已经上岸，哇，旺旺也上岸，旺旺也上岸了。我们这边君硕的妈妈已经首先率先出发了，一头扎进水里哈。成功上岸，这个哎呦，这个姿势，爸爸，这是牛蛙的姿势、啊。这个姿势虽然很丑，但是很好用啊。好了，我们要过来之后再返回，返回就已经可以了。但是现在返回是逆风。我们子琳妈妈稍微已经有点累了，一直在大喘气。好，子琳妈妈，子琳妈妈。对，扶住车轮或者拉妈妈。现在就看是紫菱还是旺旺，对，还是就是我们的五道和三道、哎、看谁。那边，哎，那边，哎，哇，这是什么二号？好，我们现在的冠军已经诞生了，就是我们二道的刘科杰家庭，恭喜！我要减肥，不能因为体重太重而。总是导致我自己的失败。哇，太棒了！所以最后获得冠军的是我们的刘科杰家庭。刘科杰，恭喜科杰！你觉得获得冠军的心情怎么样？开心。那你觉得你们俩的合作怎么样？可以，老爸。
我强好多好多。那么在这里呢，要恭喜大家啊！首先呢，大家都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奥木牛奶，然后呢，还要感谢我们的九阳铁釜电饭煲，九阳铁釜电饭煲，铁釜烧饭就是香。那么接下来要进入D组的比赛了，来看看D组的表现吧。奥木进口儿童牛奶胖发射正在播出。想当快乐梦想家，就去巡逻河麦吉启蒙岛乐园吧。哇，终于到地池了，好开心啊。我的天哪，八哥终于到我了。 我还以为你要崩溃了呢。不是，就是这种激动的心情让我就第一次嘛，你就站在这儿，我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辰哥哥。作为这个地主啊，压轴出场，所以自然是要有一些很亮的招牌，是不是？那肯定嘛，我们组的每一个选手绝对都不会让你失望。你给我嘚瑟一个，来来来，就他，我跟你说啊，八哥，哎，据我对你的了解啊，你生活中是不是特别爱游泳？是。不能随口这个信口开河的啊！首先给我们表演一下蛙泳怎么游。看到没，这个姿势对了吧？就这样子，差不多对了80%。你来一个，你来一个。蛙泳手就这样子、啊。哎，我的天哪！对对对对定、啊、对对对，还差两个，你知道还差什么？还有腿也得这样。对对对，你知道还差个什么吗？还差啥？还差个呱呱。来呀来呀来，呱！你们这边有游泳健将，刚好咱们这个池子啊，考的就是游泳能力。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揭秘我们第四关这个池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请看一看，泳圈大战游戏规则，宝贝们同时跳入水中，套上泳圈游向对岸，与家长进行接力，再由家长套上泳圈，完成一次往返，最先完成任务到达终点的家庭获胜。三、二、一。走、so! 哇哇塞，你看到现在孩子们全部都已经冲下水了啊。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赶紧找到自己的两个游泳圈，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哎，看到没，三号已经开始朝前面在游了。哎，加油加油加油啊，游得很快，游得很快。哎，我的天哪，他太快了。刚刚你介绍的游泳健将啊，我发现他游泳圈好像还掉了，赶紧套在头上。游泳圈还没套上。加油啊加油。我们同样，我们一号二号的赛道的小朋友们套上了游泳圈之后，持续的往前游，往前游，爸爸就在前面等你们。我发现四号真的是一匹黑马，因为三号已经游了很远的时候他才开始出发，说明他游泳的速度很快啊。游完了之后自己很优雅的坐在了岸边，就说爸爸你快点儿，悠闲悠闲，很悠闲很悠闲。但是我们三号的爸爸现在你看到没，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啊、你不是说你们是游泳健将的吗？为什么有一个原地打转呢？就是人生总会有意外的。现在我们三号赛道的家长已经到达了岸边，拿到了游泳圈了。哦，他瞬间就把两个全部套在身上了，全部套在了身上。这个姿势有点惨不忍睹，你看。但是他的这个蠕动的速度真的只能用蠕动来形容，因为四个圈一套上之后，手他碰不着水了，只能完全靠脚力去蹬哈。你看到没？五号赛道爸爸出发了，已经。天哪，套了两个泳圈跟我玩自由泳，并且是自由泳的姿势，很快很快速度，好厉害！我的天哪！一号赛道上的爸爸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不知所云辣眼睛的状态，是不是辣眼睛的状态、哦、哇塞好棒。现在我们看到三号呢已经马上就要抵达终点了，终点了，好，抵达了，抵达 了，我们现在冠军已经产生了，冠军产生了啊。很着急，想爸爸过来帮我。加油啊加油，爸爸加油，继续朝前游、哎、这就是应该这个孩子们心目中的爸爸的形象。爸爸一起出发，游回我们的终点好不好？对，感觉加两个，再加两个圈的时候，人好像太短了，手举起来也够不到四个圈。后面猛地跳起来，搞了四个圈，把它压缩了一下。
在这里呢要非常开心的告诉大家，我们的冠军家庭就是好好家庭，已经产生了，恭喜恭喜，我们其他家庭也很棒，很棒，对对对对对，一组冠军将会进入到我们最后一关的捧发射，在捧发射呢将会迎来我们生娃养娃上蜜芽 APP 送出的终极大奖，就终极大奖，对对对对对，在那里终极大奖等着你，所以要在这里感谢我们的蜜芽 APP， 现在呢下载蜜芽 APP 满199立减100，等一下你说什么？满199立减100啊？对啊，就那你现在让我去下个 APP。哎，等等等等等，回来干嘛？我你还有奖，你要这么多可爱的组员在这里，你就不要了吗？赶紧赶紧，让我们进入捧发射，快点快点快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终极关卡捧发射。耶！欢迎来到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播出的捧发社，那么要在这里呢感谢我们的奥牧，给了我们节目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向大家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节目。当然了，也要感谢我们的生娃养娃上蜜芽 APP 提供的5000元终极大奖，生娃养娃上蜜芽，现在下载蜜芽 APP 满199立减100，那么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捧发社。耶！捧发射游戏规则，四个小组冠军将参与挑战终极关卡捧发射，宝贝在池中祭奠就位，由自由落体的大力士弹射，弹射高度最高的将成为本期终极冠军。捧发射，你准备好了吗？史上第一次捧发射，大力士请准备，宝贝请准备，3、2、1，开始！加油！哇！我刚开始听起来还比较紧张，可是他真正的玩起来的时候，哎，我觉得他还是很放松的。各位，我们现在呢已经得知到了 A 组的成绩了，5.8米，哇，这个有点高了。怎么样？下一组是谁？下一组就是我们 B 队，对不对？现在感觉怎么样？怕脚发抖啊！你看出来了，对不对？那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信心啊？没事。好，那就交给你了，好吧？看看 B 队的表现。爸爸现在怎么样？担心吗？不担心，不担心。我在上场之前，我给他讲了，因为这个头往后仰会保持身体垂直向上，啊，手向上伸会延伸自己跳的高度。哇，专业专业！爸爸原来是跳高的还是发射的？我觉得 B 队的对我们学过跳水。哇，老爸真学过跳水，专业的。好，现在看到的是我们 B 组，有请大力士，宝贝准备好，3、2、1，开始！雨点加油！哇！感觉蹦上天的时候就像那种很高的那种蹦极一样，心里的感觉很爽。哇，小雨点回来了，来赶紧按摩一下，怎么样？很厉害哎！从表情就可以看出来你刚刚很紧张，对不对？对。但是捧完了之后，我看到他表情应该很开心哈，笑得止不住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成绩一定会很好？对。你猜多少米？8米。好，接下来呢宣布我们 B 组的成绩，他的成绩是7.8米，这么厉害！
所以接下来压力就大了哈，就到我们队了，最美蜻蜓队。那我们现在 C 组的小朋友就可以下去了，加油、大力士请准备，宝贝准备好，三二一，碰发射。我想要弄发这个雪花真的是有点大啊！爸爸感觉我们宝贝这次表现怎么样？表现不错。预估一下能拿到多少米？差不多7米吧。爸爸说差不多7米吧。没我们高，没我们高。你刚才弹起来的时候害怕吗？刚刚那个过程中间不害怕。爸爸说你可能是7米对吧？7米。啊，你觉得呢？应该吧。我们交给裁判，待会儿八哥公布成绩好不好？好。你们 C 组和 D 组的成绩，我们最后再公布。啊，留个悬念，最后公布，留了悬念啊！因为 A 队、B 队、C 队现在都已经跳了，我们只有 C 队成绩不知道。哎，所以你有压力吗？现在？我们肯定没有啊。那当然了，对不对？好好哦，你看到没？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发了哎。那好，既然迫不及待的话，那就先让我们 D 队做好准备，对，先出发吧。有请大力士。宝贝准备好，三二一，碰发射。像坐过山车一样，起来时候还没有那种感觉，下去的时候就有点了。好，现在呢 C 组和 D 组呢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呢成绩还未揭晓，到底谁能够赢得最终的蜜芽 APP 大奖呢？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们队，我们队。哎，干嘛笑这么开心啊？哎，你们镇静一点好不好？要宣布成绩了，因为现在成绩还没有宣布啊。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先听 C 组的还是先听 D 组的呢？我觉得吧，先听 C 组。好，C 组的成绩是是多少？6米整！哇！不管怎么样，对不对？六米整现在已经是暂居第二。D 组的成绩是是多少啊？七点往上走，多少多少？7.5！哇！现在成为我们的冠军之后呢，可以获得我们的由奥木提供的成长礼物，同时获得我们终极奖品价值5000元的蜜芽 APP 的终极大奖。我们的蜜芽 APP 送出我们的这么多奖品啊！欢迎大家呢收看了我们的由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木进口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播出的捧发射。哇！电视前小朋友们，如果你们也想像我们一样开心的话呢，就按照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吧，我们等着你们。好的，是的，当然了，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基因卡通官方微博和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捧发射的行列当中来。哎，不要忘记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锁定基因卡通。是的，我们今天夏天为你诠释最新的捧发射。也是我们最燃最火爆的节目，等你来参加啦。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一起捧发射。